期症状，小 baby 已经出生14天了。本日趁有空来扒一扒我的孕期所有症状。一、孕早期 B 超孕囊是长条形，不准。二、早期胃口不大，不怎么能吃，但是饭也饿得很快，整个孕期都吃的不多，肉类更是不想吃。三、酸儿辣女准，早期偏喜欢吃辣。四、上身早，我的是月经不来2天就测出来很明显的两条线。五、整个孕期无吐，就是坐长途车吐了一次。六、每次做 B 超胎心都上150。七、胎梦梦到有两条龙从天上飞，一条黄色一条黑色，黑色的也许是夜华，结果女儿生下来头上是有两个漩涡的，还是反方向，是不是表示着我下一次会来个龙凤胎啊？哈哈，梦到的还有蛇，好多鱼水。八、孕前105，整个孕期就长了25斤肉，到生刚好130斤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